I got a feeling that this could be a little more than feelings. If I'm being honest. 今天收到一个让我超开心的包裹，是来自我的挚友。那它是 Nomzy 的软饼干，也是我心目中最好吃的软饼干。我最爱的是咸蛋黄玛吉，这好像是那个柠檬白巧克力，然后啊，它的巧克力很好吃。第一堂游泳课，因为月底要去台东比铁人三项的关系，我跟 Ken 报名了1:2的游泳课。我自己是个从小在游泳池里面长大的小孩。但是 Ken 在换季上海做的不是非常的顺畅，不过因为铁人三项比赛得在活水湖，也就是开放式水域游1500公尺，全程不但踩不到地，而且也没有办法踢墙，对于没有那么熟悉游泳的人会是一个挑战。超开心，因为我就会游泳，我在旁边玩耍，然后所以第一堂就上了仰式，然后第二堂刚刚学了蝶式，有成功把踢的那个脚跟手连接在一起，然后教练说我上手很快，所以我接下来的游泳课应该就会继续练习。你学游泳有什么心得？差很多，我画了哦。没关系，还有20天 ，You can do it。好走。谢谢。鸡丝汤面。疗愈哦。梅子到了，总共有1、2、3、4、5、6、8箱。好包。四月是一年一度的梅子季节，跟我的数学老师 Coco 一起筹备了一个酿梅酒结合画酒标的活动，心血来潮，但是办得非常盛大，总共大概20场，200多人。所以四月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洗晒梅子，还有洗晾罐子中度过。给大家看一下现在门已经打不开的冰箱，因为被瓶子卡住，然后里头全部都冰梅子，好疯狂哦。总之我的四月真的充满了酿梅酒，常常办活动办到半夜，还发现天哪，明天活动的梅子好像不够，然后半夜在那边洗晒梅，大概就是这种状况无限轮回。但我还是觉得这次办活动超级值得，因为真的是一个从点子到实践的过程，而且因为办活动见到了好多新旧朋友，有好几场聊天都觉得太 chill 太迷幻了。我现在在 Coco 的工作室，现在要来 setting 等一下我们要拍的梅酒影片，打算要拍统计酒酿出来的梅酒，然后希望明年梅子季节前可以开来，来一个盲测，告诉大家哪些基酒调配出来的比例配方是我们最喜欢的。那我现在要来架一个灯。犹太中心觉得实在太喜欢了，所以这个月我们又预约来他的节食实验室用餐。那节食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kosher， 也就是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像是宰杀必须符合人道精神，不吃猪跟虾贝蟹类，只吃有鳞片的鱼等等。我们总共6个朋友一起分食，尝到了很多新鲜的味道，吃起来是很有层次，但是又不会太负担的清爽感。像是这个冰淇淋就没有用奶，然后带有坚果的风味，我们都非常喜欢。而且在这里用餐还可以免费听犹太中心的导览，推荐给大家。
Birthday Cake。Yeah, you can do that. You can do it. 什么狗呗？哎，我就没事的。太搞笑。Yeah. Cheers to Michael and Delica. Jenny. 我还以为你说出什么评语，结果你。In a hundred lifetimes, I choose you.有什么意见？很会摆 pose 哦。台东以后，我们先去住宿 check in， 接着简单吃个米苔木和冰当午餐，再去牵我从台北托运过来的单车。哦，拿到车了，骑回去中。早餐 ，fancy 早餐呢？对啊，好不像早餐哦，居然有这种。哦、整个自助自助 buffet 呢？比赛前一天的早上，我们几乎都在工作，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去旁边铁花村的报道处领我们的号码布跟晶片。哦，来看这位家伙最害怕的一关——活水湖游泳。加油！加油 ！Drowning Lake。明天比赛要游的距离是到活水湖最尾端的一颗浮球折返，1500公尺拉长，看起来其实蛮惊人的。不过室友只有开放一小段距离，就是让大家试试水温。Getting ready，开始贴贴纸、车子安全帽跟选手衣物袋。我要来贴我的号码牌在我的车上。有吧？差不多。这个不容易贴到一模一样。哇？哇，可以了。No problem。噔噔。结束。好吧，贴得烂烂的。现在是早上5点钟，来活水湖比三铁。比赛的一大早要先骑车到活水湖集合，并趁这个时间把自己的转换区安置好。那转换区顾名思义，就是在三项游泳、单车跟跑步之间放置自己个人物品的区域，包含单车、卡鞋、跑鞋，还有其他的补给品等等。选手们，请主动出示纹身号码。三铁，请主动出示纹身号码。感觉如何？没什么感觉。已经紧张过了，昨天睡不着啊，都紧张啊。可以的，可以的，放松就好。基本上身为一个参赛者，这是我唯一录到的 footage。 不过我们完赛啦，用几个我们最后在终点拍的合照，还有过程赛道的大哥帮我们捕捉到的画面来代表一下。游泳没问题呢，游过了，被关门，还是很棒的。跑步抽筋了，用走的。我跑步也抽筋了，还会有第二次吗？再说吧。再接再厉。完赛喽！西哥早要去吃庆功宴。好，恭喜！
穿着昨天的 finisher 衣工作中，晒伤了。原本的挑染，然后我觉得蛮好看的啊，你不觉得？我只觉得我最后会舞台照顾好。